咱要了解着生活的演变化，看着咱依着什么心，咱只要依着对着道场利益的心，那么上天绝对会保护咱。那么道经、利经、天命经、业力法经，咱嘛拢知影，今日咱只要咱来修道、修万道，咱就当一世修、一世成。那么最后，我依着即个咱师尊老师讲的。平静世间天下路，唯有修道不可离。来，咱做些结论。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嘛拢知影，修道是去修心，咱人人讲。那么咱的心的好，咱就是爱在这条修道的路途上，路途上当中，咱一定要行到上尾啊一个脚步。好，咱的心，咱自认为讲，咱的心正好啊。那么咱的心正好啊。咱再继续来甲修，会当让咱来修就更加好个正果，安尼毋是会较好吗？那么佛经啦吼，我较无咧清楚吼，所以讲在即个报道个当中，有所不足，还是无完整个，况且咱建议咱领导，咱注意前在即个佛法进行纠正，最后祝咱各位前在即身体健康，生活注意。感谢王讲师慈悲，请到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王讲师慈悲的分享。接下来是我们唱山歌与山歌讲解的时间。